朋友，我也想跟你拍嘛。我们来拍。哎，你怎么开啊？按这个啦，笨。这儿呢。哦，行，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往前，你往前，这样显得我脸比较小一点。好吧。我看一看啊。你拍过这个吗？没有。没拍过吧？我们年轻人都玩这个的，带你见识一下啊。是吗？谢谢。你干嘛？拍照啊，干嘛？我刚才那么丑，你拍我？很美。才不是呢，一定很丑。相信我。真的。真的。最好是哦。这可爱吗？可爱的意思就是不美咯。你是说我不美对吗？又美又可爱。骗人你。不好看，这张好丑。很好看啊。我要给你拍一张。我不拍照。为什么？就很少拍。你爱不爱我？要不要拍？看这里啊。也太近了吧！谁让你拍我那么丑的？干嘛？我不要！过来！我不要！拍拍。拍拍拍。三、二、一。你给我亲我！亲。你看。他们一个是麻醉，一个是心胸外科。哇，那你家厉害了，全家人配合起来能把一个人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都给开了。所以你要乖一点。说什么呢？哎，这是谁啊？小文好可爱。这是我表姐的女儿小六月。她的名字就叫小六月吗？可爱吧。如果全天下的小朋友都像小六月这么可爱的话，那也是我们家基因好呀。又开始自恋了是吧？你要不要试一下？什么？就试一下。你这个眼神。音响好了。你等我一下。过来吧。来了。做了这么多啊。你不是饿吗？你可真是我的饲养员啊。喂猪。你说谁是猪呢？我。这还差不多。是吧？这一次没有花生了。为什么连肉都没有啊？快吃吧。有这么可吵的？没有。看你们谁呀、跟老林一样，整天板着一张脸。30岁了，他要没有我，他还单身呢。是我拯救了他。林之胜，你干嘛？是你的对吧？是。
走，放开我。干嘛脱衣服啊？你想干嘛？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啊。三三，逆袭，救命啊，不会来抓我了。三三，告诉这个卡座的人我女朋友带走了。三三，辛苦。好的，逆袭。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上车。不上，我在等三三呢。没有三三，只有我。我不小心说错了话，害我女朋友胡思乱想，所以我只好请假带我女朋友出去玩，以此谢罪。不知道我女朋友能不能赏个脸呀？你女朋友才没有胡思乱想呢，她想的都是事实，好吗？别人喜不喜欢女朋友黏着自己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喜欢。如果你不黏着我也没关系啊。我就换我黏着你呗。你这人真的很烦好吗？你怎么三言两语就把我哄好了？我本来想着三天都不理你的。好哄是个优点，代表你可以经常生气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有压力的。我才不是这样的人呢。饿了吧？给你。别以为拿这个可以巴结我，上车，行李帮我拿着。嗯。可以进来了吗？啊，你等一会儿。啊，可以了。我进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进来吧。那个，累了吧？休息一会儿吧，我整理一下行李。哎，先别坐。啊。怎么了？啊，脏，消下毒，怕皮肤过敏。你这个洁癖还真是有病得治。这外面好美啊。嗯。哎，可以了，坐吧。谢谢啊。还有点时间，要不咱们一会儿出去看一看。可以啊，我刚才在大堂看见宣传册，上面写着附近有一座情人桥，据说只要情侣从上面通过都可以长长久久。你还信这些啊？当然信了，这种东西啊信嘴。怎么了？信则有，不信则无啊。我想换一件衣服，然后顺便上个卫生间，要不要？我去外面等你。好。有问题叫我。